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2017年4月6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3月初10啊，3月初10。那么下个星期二呢就是十五了。一般呢，逢初一十五呢，我们都要吃全素，然后呢要行大礼。过去说行大礼，实地之物就拜忏啊，还就是一定要念礼佛啊，一定要念礼佛。那么在呢我们4月22号呢啊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日子啊，就是下个星期三，那么是我们准提菩萨的圣诞日了啊，是农月3月16啊，大家天天念准提神咒啊，求菩萨保佑我们啊平安。但是在菩萨的圣诞日呢，大家也可以多念一点啊，多念一点，求菩萨保佑。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师傅。感恩师傅。师傅弟子给您请安。师傅帮我看一个1952年的龙。1952年的龙。对。男的女的？是女的。想看什么讲吧。他看一下身体，身上是否有灵性。有啊，他的下腹部不好。就是他那个颈椎就是特别难受。不是颈椎，我告诉你，他整个的颈椎一直到他的那个后面的腰椎，这根啊全部都是黑气，所以他不但是颈椎痛，他腰椎也痛，你去问他好了。师傅。喂师傅。讲吧。就是他那个，就是近两天他查出了，就是那个异状结肠上面长有息肉，就是有3公分大。我看看啊。而且是那个癌前病变，就是医生让告知，就是需要他尽快切除。然后想问一下师傅，可不可以不用手术呢？他吃全素了吗？全素他没有说吃全素没有。嘿嘿，我告诉你，没吃全素。这个手术必须要动的，没有办法。这全数说明他还有愿力，菩萨会帮他的。但是如果是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虽然3公分，但是医生要做个大手术，要帮他割掉很大 一段肠子。因为我现在看到他这3公分边上已经炎了很多了，就是已经黑，就是人家说，对，就是说炎出去了，就是比较大。对了，已经炎出去了，听得懂吗？他还是需要，就是还是需要手术是吗？对。好的，那师傅看一下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。180张。180张。那放生多少条鱼呢？他这个人过去有两个毛病，一个呢是嘴巴不好，爱管闲事，不停地讲，这个非常不好，明白吗？第二个呢就是气量比较小。不能碰到一点事情，碰到一点事情马上跳啊，不开心啊，马上脸那就沉下来了，这种事情。听得懂吗？我一定让他好好的改正。你让他听啊，他听了他就知道我太了解他了。好的好的，我一定让他听。那师傅感应一下他的那个念经的质量怎么样？用不着感应，看得到了。他现在有人问他要小房子，是一个男的。头斜斜的，他说他梦里面梦到那种药精者。对，就是那个男的。明白吗？小房子质量还可以。质量还可以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个颈椎的话，那个灵性是不是在颈椎上呢？我看看啊。我这灵性蛮厉害的。就是他说他念了好多张小房子，就觉得还是没有好转。对，他不走，灵性不走。这灵性现在不在。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不在他脖子上，还是在他的肝和肠胃部。还是。所以他还要当心肝。他四肢无力。我告诉你，他的肝脏很不能，很不好，肝功能不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吗？好的好的，谢谢师傅。还有师傅帮我看一个亡人好吗？讲吧。傅先才。
正富的富。先是那个首先的先，财是财富的财。富先财，嗯。嗯，对。女的。男的。富先财，富先财。嗯，在阿修罗。在阿修罗。鼻子不高，啊、谢谢鼻子鼻子不高，嗯、脸蛮圆圆的那个。蛮憨厚的这个人、对，嗯，蛮憨厚的。对对对，谢谢师傅、感恩师傅。那还需要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我看得很清楚，像广东人一样、那个脸，长得有点像广东人。长得有点像什么？像广东人。哦。头发嘛，不长的，短头发。嗯。四十多岁他就过世了。嗯，现在在阿修罗。嗯。嗯，谢谢师傅。师傅师傅可以看一个莲花吗？快点啦！给一个人给你看了这么多时间了。感恩师傅13977。男人女的？女的。嗯，在上面。嗯，好了。在上面。好了好了。这个莲花是什么颜色呢？好嘞好嘞，再这样的话要掉下来了。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、谢谢师傅。拜拜。感恩你师傅，想你师傅、谢谢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台长。你好。哎，台长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台长你好，哎呀，真打通了，哎呀，太感恩了，感恩菩萨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其他话少讲，赶快问。台长，我想看看我女儿的婚姻好不好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90年属马的，他找了一个对象男朋友，不知道他好不好。一般的，这个男朋友控制得住他的，他傻傻的。他那男朋友属蛇的。现在我就告诉你，这个男朋友能够控制他，听不懂啊？哦，控制他。啊，有根绳子牵住他了。这个男朋友好不好的？不好。我现在看你女儿，好好啊、我没说看她。现在你要看她就是第二个了。现在只能看你女儿的。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女儿这个人没有主见的，听不懂啊？这个男的，这个男的嘛，应该说只有60%好的。哦，60%好的。这个人他也带着去跟那个去参加那个法会，跟新加坡法会和日本法会。啊，60%是好的。明白了吗？但是呢，这个男的有一点习气不是太好，要叫他慢慢改的。什么不好？习气。啊，脾气不好啊、习气，习气，就是习惯。脾气不好。啊。脾气不好哈、哎呀我的娘哎！好了，就是算脾气不好吧。习气那就是不能结婚是吧？谁告诉你的？我说的，是台长，是我说的。谁说不能结婚的啦？能结是吧？他还行哈，60%。60%，你现在看看你女儿跟他没多少时间，现在两个人整天粘在一起，还看不出来啊？哦，他俩是挺好的。挺好了嘛就，很好了嘛就接下来嘛就动动小脑筋啦，做做小坏事啦，就开始了。那是什么办法？只要这个男的还过得去嘛就好了，管不了这么多的。就行了哈。过不去嘛就再说，现在还过得去我看。现在还能过这个，我就想叫他们白头到老，能不能长久白头到老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一块休息。看看你自己白头到老不啦？哎呀，自己台长真是的，自己想想自己了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还要求人家。现在这个世界上有白头的，白头到有，到老没有，听不懂啊？啊，听得懂，台长。哈哈，我现在叫他俩也能好好修行。哈哈。再见。台长，你看看我的莲花有没有在不在，在不在上面？号码。1875。哇，都蛮早的嘛。是。1875的。我13年拜的师。
啊，一八七五，嗯，嗯，莲花还在，还在哈，嗯，台长太好了，在水中，嗯，在哪儿？水中，好像，哦，在水中哈，莲花不大不大呀，不是太大。哎呀，那我好好休息啊！你好好休啊！你当中有一段时间懈怠，我看到，嗯。懈怠好，我不懈怠，我好好的休。嗯，好了，再见了，拜拜。台长，不能再讲了，这个时间非常紧。我看看我身上的孩子走没走，身上流产的孩子啊。你怎么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啦？给人家点时间。台长，好，我错了，错了。嗯，错了嘛就挂掉呀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我挂了，好的。好，啊，帮你看好了，看好了，还有一个，啊，好好好，还有一个。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流产的哈。啊，赶快念吧，好了，再见。啊，好好，我一定念，好好念，好好。哎，每个人总要绕一个，啊，像买东西一样，买一个要绕一个啊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，师傅好，终于打通了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师傅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要师傅背。啊，师傅，请您帮我女儿看一下，是95年属猪的。95年属猪的，嗯。看一下她那个皮肤病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95年属猪的，嗯，那小房子基本上要念到280张才会好起来。那个皮肤病是吧？对，他现在你还要每天加念啊，要加念59遍那个啊往生咒。哦，往生咒他现在每天是念21遍吧？不够了，你们帮他念一点吧。他身上的这个小灵性特别多。哦，他自己在念，他会念的。他跟我说打通这个电话，他自己念小房子。你叫他念吧。自己念往生咒。好吧，你叫他念吧。嗯，好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现在今年本科毕业了，他如果要转行去做，他学音乐专科的，转行做老，他是做老师好呢，还是其他工作好？他是什么毕业了？嗯，音乐专科毕业的。军乐啊。音乐了，音乐唱歌 啊, 音乐老师啊。唱歌啊，哦，音乐老师，啊，就是以后做什么好是吧？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95年属猪的。95年属猪。嗯，女的是吧？嗯。啊，对，我女儿。嗯，你刚刚说一个是做音乐老师，还一个做什么？转行做其他的还没有定，因为他今年9月份才毕业，6月份毕业。他以后可能要转行的，嗯。要转行是吧？哪方面呢？嗯，比较好，比较适合他。嗯，可能会在那个做办公室的，他以后可以做办公室的。嗯，做办公室，啊，做办公室啊，跟人家做那个管理啊，他是行的，他的脑子很活，嗯。嗯，哎，没错，他比较灵活，看得出来的，比较开朗，是是，而且呢，人家一听说是音乐老师，人家就很喜欢，嗯，所以他以后在人家里边啊，教人家啊，在管理的时候啊，人家都很喜欢他，明白了吗？然后呢，明白啊，碰到这种公司里啊，开什么活动啊，他就上去唱一首嘛，人家对他更好，明白了吗？啊。嗯，他是本来是这样子，他老师还打算让他那个深造，他是本科毕业的，去深造继续跟着那老师学，然后他又觉得啊，还是出来工作 好他是这样的。对，好嘞，深造。嗯，深造几个帕瓦罗蒂啊，出几个帕瓦罗蒂，你告诉我好了。那是、嗯，我也这样觉得啊，一个女孩子，安定一点好，不要在外面不要再搞了，不要再搞了，太复杂了。嗯，对，我听过师傅这样讲，我也这样觉得好。感恩师傅，师傅你能不能帮我也看一下吗？我身上的那个灵性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几几年的？我69年属鸡的。69年属鸡啊。嗯。嗯，69年属鸡。啊，你要89张。
89张是吧？哎哎哎哎。好，我这一下，我那个莲花还在吗，师傅？我觉得我修得很不好，好惭愧，对不起您。嗯嗯嗯。我600地址证。好，我看看啊。好，感恩师傅。600600600号了。对。哦，你这个人很善良，很好。你这个人唯一的就是发脾气，嗯，嗯。是的，我知道错了，师傅，我一定好好改过。你不能老发脾气啊！你这莲花呢还在，但是你呢发脾气的话呢，莲花就会颤抖，而且我看那个有花，莲花的花叶瓣掉下来，嗯。花叶瓣掉下来是吧？嗯，你要当心了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我一定会好好的修，保护好我自己的莲花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师傅，那莲花什么颜色啊？能告诉我吗？粉红的。嗯。粉红的是吧？好了，再见了，不能再讲。好，感恩师傅，师傅保重。好，再见。谢谢师傅，谢谢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再见。嗯。哎呦。被他们又挤住了这个电话。喂。哇，台长啊。哎，你好。我打通了，天哪。啊。啊。台长，我给台长请安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台长。嗯，没关系，讲吧。啊。嗯。啊，台长，我是87年属兔子的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，我的身体。啊，你的肠胃很糟糕，肠胃不好。是，还有啊，妇科也不好，嗯，小丫头，嗯，嗯，确实是因为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总痒。对，我告诉你了，你跟我记住了，他有，嗯，他有像人家淤血块积在前面，听得懂吗？啊，那你要是需要念小房子，你要记住你要记住，你的腰不好，嗯，所以造成了你的。这个肠胃部分不是太好，我刚刚看你的肠子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肠子比人家长。啊？哎，比正常人的肠胃要长一点。嗯。啊。所以呢，你这个人就，所以你这个人性格就是比较，人家说弯弯绕，就是什么事情啊。跟你讲啊，讲完了之后，你好像明白了，你又来问人家，又不放心，什么事情又不放心，又不放心，哈哈哈哈，是有一点。台长说我傻的嘞，说没脑子，没脑子的，明白了吗？对，台长，您能帮我看一下我的业障现在有多少吗？然后大概主要在哪？几年属什么的？87年属兔子的。80年兔。啊，业障有32。喂，台长，信号不好，没听清。业障有32。哇，这么多呀！啊，你要当心啊！你上辈子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上辈子感情出过问题。嗯。我这辈子感情运也不好。所以这辈子报应啊，听不懂啊？嗯。那个什么，我这32，我应该念。多少？怎么念经？针对于哪儿念经能够消得快一些呢？礼佛每天要念3遍。嗯。我念5遍。啊，那可以。啊。就是泛泛的祈求吗？对，你就说消我的业障就可以了，消我业障就消你自己的某某某的业障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消你某某某的业障，好吧？好。还有不能多吃多睡，你这个人现在有点胖了。是怎么瘦都瘦不下来，我也奇了怪了。我以前很瘦的，然后后来这两年就是怎么不吃也胖，就是吃也胖，所以我就选择。你眼睛看着那些吃的东西，你都会胖。气场，对啊，气场影响啊，你自己呢？哦，我知道，自己好自为之，小丫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，哎，您说，嗯，就什么事情又不太当回事，有些时候呢又太当回事，这就是你的毛病，叫患得患失，
听得懂吗？对。啊，对。听懂。啊。说的太对了。好好的改毛病。我确实是有这个毛病。啊，改毛病啊，改啊。嗯。啊，明白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台长，您能看一下我的那个就是念的经文的质量怎么样吗？就小房子的质量。嗯，七十吧，70%是好的。嗯。70%。嗯。哦、台长，那个那前您说我有一个结，然后让我念84张小房子，我现在已经升了，反正差14张，升了70张了。然后是不是把这14张念完了之后，还用不用继续再念？要，14张念完再念13张。14张念完之后再念13张、也是针对我这个结，消我这个结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这个结应该是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个月、这个月你会摔一下，或者脚扭一下，或者手出点血了，就这种类型的，就过了。那个那天您说完了之后，我就自己上了医院去抽血去了，然后、因为您不是说过，对呀、验血抽血之后不是破那个什么，然后我又。做了个小手术，天天流血，天天流血。好了，破血光之灾了，就是这样了。哎，没少出呢，这点血。好了，好了，那就啊，那就。对了，台长，您帮我看一下那个另外一个同修，他是92年属猴子的，他就是很年轻，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得了糖尿病，然后但是他现在也没敢许愿吃全素，因为他吃的那个药里面有虾。然后你帮他看一下他的身体状况，然后大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92年属猴女的，赶快叫他吃全素。嗯，他那个那他那个药里面有虾行吗？没关系的。嗯。啊，可以是吗？嗯，菩萨早就开始过了。嗯，明白了。哦，那您帮他看一下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呗？然后他应该就是身体方面注意哪些？92年属猴女的。少吃，好，不要把人家对他的不好记在心里。好，还有要学会帮助别人。好，就这点事，其他的就是吃饭睡觉之前4个小时不要吃东西。4个小时不要吃东西哈。那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这92年属猴的小房子有的念了。小房子他这个是家族性的遗传，他是二型糖尿病。嗯。哦，我不太懂。你去问他就可以。就是我说好吗？我说我帮他打电话。他是胰岛素缺乏症，他现在吃药可以把他控制住的。嗯。他好像现在都打那个胰岛素针，就每天吃饭的时候。哎呦，那太快了！哎呦，那太快了！哎呦，那为什么一下子就哎呀？要咨询我们，要咨询我们糖尿病协会的呀。糖尿病协会那他现在已经打上针之后就不能就改为药物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就是要找好医生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医生都有，但是你碰到一个不好的医生，你可能就误诊，可能就出事。你碰到个好医生就有救，跟我们学佛一样的呀。好了，时间过了，好了，再见了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